女神选美大赛2018十二位候选佳丽呢日就要泳装会见传媒，影相嘅时候佳丽们都施展浑身解数，但系都有唔少佳丽走光露胸战。而其中个样比较清纯，嚟自黑龙江嘅六号万庆玉，影相嘅时候就好似有啲不知所措咁。唔通仲未习惯面对镜头？其实 pose 呢，我是会拍，就是会摆的，但是主要是有点胖，然后我不想让就是大家失望，所以想尽量的遮一下自己的缺点。至于曾经是杂技演员，又是退役军人的五号徐攀，就话希望可以入娱乐圈做武打明星。全方位发展吧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唱跳也是有一些基础。我自己最希望做的呢是像杨紫琼老师那样的女明星。